你就看情况。其实猫配厄斐琉斯它不弱的，知道吧？我你推荐的那，其实你说那另外那两个组合都是猫跟厄斐琉斯能打的组合，知道吧？反正应付只要遇就是，就没有猫咪的细节了，知道吧？就只有厄斐琉斯的一个走位的一个情况。这波有点草率了。德莱文锤石的话，其实德莱文锤石这个。但他如果技能中的话，你们我不敢跳，因为有寡妇的人。如果是带猫的话，你们就其实最好是带个进化。如果对面有，不然我该跳过去干他了。其实不被开，你正常发育有猫到中期，绝对是比对面那个的。你只要不送嘛，不给我你妈，我就死个来反蹲，死个不来就你们。泰坦的钩子，我感觉跟机器人的钩子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假的，主播也没这么久，没很久吧。其实你们带猫的话，要不就是带猫，我推荐你们，如果压力大就可以点。上来了，你在那边看着拿枪等了。对于你猫给你盾给你奶都是有不错的一个加成，你知道吗？恐吓那个。因为玩游戏不能说一个死板的，就是说觉得能解决，就把自己。哎呦，浪费闪现。坏了，待会可能有伏笔。我这波可能要埋下伏笔。拿呀，挺好吃，拿一把，买的是吧？辅助必须 AD 单排居多嘛，现在 AD 单排居多的话，你们可以。投资投逃，我是逃的更强。
哇，镀层掉了，真可惜。像机器人这个英雄，它是有变数的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为什么讨厌机器人，就是因为它的变数太多了。 不知道他们锤石在不在，我不敢上。我确定锤石不在，我才敢上。 寡妇我也不确定呢，我不敢上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加一下正上方的微信。
我浪费闪现了。Rampag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们 EZ 多少有点骚。也是来看家呀。这张灯很关键。我军团都很关键的。我要变回自己。我要准备做，我打的是中单兄弟，我中单第一件弓箭刀是为了炫拳。我这把打的是中单，我第一件弓箭刀是为了炫拳。我如果打的是 AD， 我肯定是跑姚训练呀。我这把是中单。
武器这都没死的家，啊那叫，武器这都没死。